这佩服我的毅力。看看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这底下它如果有空间，它还会再往下钻的。这就是它没空间了。你走错路了啊，小伙伴，你走错路了。你救它！哎呀，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海螺。等等，来啊，这儿。哎呦，又来一个。咱看看有没有。哇，搬不动，搬不动算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差点错过，哎呀，差点要走啊，差点错过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哎呦我去，硬削上这儿啊，哦，换只手。哇啊，这个还不小啊，这个就像人生一样，你本来以为是绝路，但是你换一个角度，你会有新的收获。看没看到？这赶海都赶出蛰力来了。这儿啊，这种啊，像这种，它就是钻不下去了啊。在这儿，像这种会非常的少。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小的，咱们给它拿出来之后，给它往深处放一放。这个咱们扔了，这个咱们扔了，你看，小海螺扔了啊。哎，好了。在这里又有一个啊，咱们先给它捡出来，在这儿先捡出来，这儿啊，哎，好嘞，来喽，海螺，在这儿啊，小伙伴们看到了吧，藏得挺好啊，石头给你打掩护，哎，出来吧，别扭捏了。见见世面吧，来，海螺，一个，这上面还有个蜡螺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看看，这旁边蜡螺不少，在这儿有一个，这儿啊，蜡螺，看，咱们看啊，蜡螺长这么大就基本很大了，海螺长这么大还是属于中等，或者说中等偏小。